我发现啊，我的点赞数实在不协调啊，所以来做正能量视频了。弟弟妹妹们看我操作，以后啊，刷到别人的视频不要直接走啊，就算视频不喜欢，那你就点个赞再立马划走呗。这种操作不仅锻炼你的手速，还刷爆你的手机啊，这样你就可以好好学习了。正能量啊！